要穿到。Thank you.
分出了高下、喔，连将们都非常非常辛苦回家在练习哦，所以大家他们最后出来的时候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下来。那除了师傅你家休炭以外，我们还有达人表演赛、达人表演赛跟关主挑战赛，这是我们从世界各地、从台湾、从香港、从马来西亚找到网络上非常非常红的红人，例如香港的史莱姆、Andrew、双狼之王嘛，还有欧小宪啊、邱嘉敏啊，来到现场来表演。他们平常影片都可以临时通关，现场没办法临时通关，根据过去四天来的经验是没办法的哦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会挑取台下的观众上来挑战他们，挑战他们赢了就可以获得60颗魔法石跟限量神魔之塔头盔一顶，输了怎么办？30颗魔法石一样送给你，还是有限量头盔哦。那除了这一系列的好康以外呢，现在我们神魔角色大派对不得了了，我们请来 cosplay 界总共有17组的 cosplay， 他们扮的真的是超级像，而且我们还请到一位达人来现场，待会他们会来上来跟大家讲解他们为什么 cosplay 这个角色，然后呢让各位可以拍照哦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把你们摄影机准备好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还有两个好康报给大家知道，如果你登录满700天的玩家，有没有700天的玩家举个手好不好？700天的举个手，有不带领了没？来，请拿着你的 UID 到我们这个柱子后方的服务台，确认你登录满700天呢，会获得神秘福袋一个，里面奖品非常非常的丰富哦，有卡册，有史莱姆抱枕，还有封印卡，还有实体包，还有魔法石，都拿得到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。如果你没有满700天怎么办？cosplay 的人呢，一样可以穿着你 cosplay 的衣服来到我们服务台，确认你是我们神魔之塔的角色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获得魔法石。好了，活动讲解讲了那么多，我们先欢迎这位 cosplay 的达人，我刚讲过他的名字嘛，让我们欢迎 Stay。 好吗？好，那么呢，我们要把礼物送给各位，那最后我们还有马克杯要送给大家，有没有人缺马克杯的？请举手哦。好，有没有人喝水缺一个杯子装的？有没有？有。那你们平常用什么来装水？用徒手喝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等一下请萧逸呢送给各位咯。好，怎么样呢？可以把我们的马克杯给带回家呢？现在呢，主持人要甄选两位的勇者上台来玩剪刀石头布。有没有人自认为你非常厉害是拳王的？有没有？有。好，我知道很多人很害羞，那我们就挑那种不害羞的勇者好了。好，一样呢，我等一下数到三，帮我大喊我爱 QNAP， 最大声的呢就请他上来玩我们的剪刀石头布咯。好，准备好了，1、2、3。好，我觉得这个美女很大声。好，还有这个白色衣服的帅哥来到了我们的舞台前方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是采用3战2胜的，来到台前。好，左边右边都帮我各站一个好吗？来，我们剪刀石头布哦。等一下呢，看谁先取得两个胜利，就可以把我马克杯给带回去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们现在赢一把喽。我们加油加油，1-0，加油！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现在1-1喽。所以呢，到底谁能够把马克杯给带回去呢？准备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恭喜我们的美女，谢谢。来，我们送一个安慰奖来给你，谢谢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好像还有传输线没有送出去，请问大家有没有缺传输线的呢？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我们请小雨呢继续来帮我送礼物咯，最后一场的活动了，请问大家明天要不要上班呢？不用，是不是都休假对不对？请问呢，明天还要再回来哪个摊位前方呢？好好，大家都很聪明，所以呢，现在来当我说我爱的时候，你要回答。等一下，要挑的是手，一定要举起来。
号的热血队长陶静姐等等，谢谢班长，我们送了，以及二十二，错过我们精彩活动。小凡还有子宁到那个下面去跟玩家拍照。子宁跟小凡，对，想要跟子宁、小凡还有依依拍照的朋友，请到我们后方，请到我们后方销售区的部分，我们这边的体验区，不要堵住大家的入口。懂非
懂哎，好不好？哈，我会告诉你答案哦，好不好？来准备了啊！谁是压果达人游戏正式开始，请问，即将来到了圣诞节，最佳送给亲爱的另一半，我们压果元素非常棒的智慧型手表是哪一个？哒哒。小天使，你觉得心疼吗？觉得很干吗？我就是欺负他，怎么样？好了，来，接下来，来，再邀请一位幸运的朋友们，还是你玩是不是？